消防知识。不要打节奏，找不准节奏。消防车道的净高和净宽分别不影响于。什么玩意儿 ？A， 三点五米、四米。什么 ？B， 四米、四米。C， 五米、六米。OK。我都没听清楚他说啥。Sweet， 大家听了没有？让人听得很开心。OK， 我团队问我团队，我觉得。怎么样？这首歌唱的真的好听吗？会不会被骂？我说要不要发这首歌？到底给大家投票吧。结果大家觉得哎还不错，哎唱的还可以，其实可以播。我其实之前就心想，要不找一个专业歌手来唱算了，可能别人唱的更高一点更好听。我团队说没事没事，发吧。行，那我就去，那就发吧。我觉得没事，骂就哈哈，说我难听就难听吧。很甜蜜的一首歌，就当个笑话。不会。练了绝世武功，千秋万代天下第一啊，又有什么意思？到头来还不是个没招没落的孤魂野鬼。无人灯下对酒，无人为我心忧。那是因为你已经练成了绝世神功，而且现在有人灯下对酒，来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到头来，还不是个没着没落的孤魂野鬼。无人灯下对酒，无人与我白头。
年棒棒。